我是 Benny。近期 KL 捷运站发生的抢劫打人事件，连装有 CCTV 的电梯都发生这种事件，更不要说是没有安装 CCTV 的 lift 了。所以，滨州政府有计划会规定所有的高楼都要安装 CCTV。CCTV 呢，除了可以起到阻吓的作用之外，假如有10个人打算要放案，在没有 CCTV 的情况下呢，可能10个人都会放案。反之，如果有装了 CCTV 之后，10个里面呢，有可能只有一个会犯案，就会大大的降低那个犯罪率。虽然呢，很多的 lift 已经安装了 CCTV，不过其实很多已经是坏了的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wiring 的费用太贵，而造成呢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。其次呢，除了 cable 之外，lift 里面的 CCTV camera 是可以通过无线 wireless 的方式来安装。除了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之外呢，而且还很省钱，只用这个方法呢，就可以把 lift 里面的 CCTV 安装好。今天的分享呢，就到这边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，请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video，请 like 跟 share 我们的 push。拜拜。